一路走来，凭借坚强实力过关斩将的硬汉于磊。哦，我觉得看来有点像吕方的影子啊。哦，蛮喜欢你的声音啊，浑厚又有一点点沙哑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。天好黑。这一场 PK 赛的 MVP 表现最好的是，恭喜于磊。这次居然惨遭落败的命运。就是我觉得你在换气的地方还听起来有一点这个瑕疵。在红尘中，有一个蛮哀怨的歌啊，那用一个比较不哀怨的方式来唱，有点可惜。到底是谁深藏不露，把于磊打入失败区？锁定东森新人王，您就知道谁来称王。没有想到你会有今天。